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艾莉带来的玩具是，当当，咪咪啾啾的素描练习本包包玩具。那么我们一起玩吧。啦啦啦，朋友们，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所以艾莉带这个包包来到这里要画画。那么我们一起去那边看一下啦。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包包，这个是昨天我妈妈给我买的包包了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包包。不过现在艾莉突然想要画画的哦，画画的话，那朋友们稍等一下了，把这个要打开，噔噔噔噔噔，朋友们看一下啦，这个包包呢就换成一个美术道具了。看一下看一下，这里有很多各种各样颜色的颜料，然后呢在这两个有硬钢笔，然后这边呢，哦，这个是化妆的时候用的道具了，还有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，这个是棒棒棒棒对不起了，这个是墙。不过朋友们好期待吧，到底这个包包里头为什么有墙，那么这个呢一会儿要看一下了。那朋友们现在要艾莉开始画画的，首先这个玩具里头呢有很多很多图案，这里有公主的图案，然后有很多小动物的图案哦。那艾莉要选哪个好了，很多吧，很多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个还是画哪个好呢？ OK， 艾莉选好了，艾莉选好了，艾莉呢这次要一个这个公主，公主去哪里了，当当当，艾莉选了这个公主图案，然后呢艾莉喜欢兔子，当当，艾莉要选了兔子，小兔子哦，好可爱吧。那么现在呢，哦，现在在外面有风哦，有风，别走了好好，那首先艾莉要画的是这个小兔子的丢丢白纸。OK，哦，这样的话朋友们你们一起来看一下，这边有按这个这个的话，嘟嘟，其实呢现在好可惜呢，就在外面现在有太阳，所以看不到这个灯光，不过这个在里面画的话这个里头会开灯的，嗯，现在这边看不清，不过还好现在有太阳，现在有太阳可以画的啊。那艾莉现在要开始画啦。当当当，朋友们，艾莉终于画好了这个小兔子，跟这个差不多吧。嗯，艾莉呢已经画好了这个小兔子哦，然后现在呢艾莉第一次选好的这个公主要画一下了哦，朋友们，不过艾莉要画谁呢，她艾莉呢要画她，我觉得她很可爱哦，一会呢艾莉像她一样头发会这样抓起来跟你们见面了， OK OK， 这个也是一样，刚才哦，朋友们这个眼睛是看不到呢，艾莉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图案，然后画一下哦，差不多了差不多，艾莉还不错呢。朋友们，你们想要看一下吗？当当，
没关系啦，还好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OK。那么接下来，艾莉要开始要涂颜色的。那朋友们，现在要开始要涂颜色这两个图号哦。先拿一下这个，哦。涂颜色的话，当然需要水了。好，最后一次要再倒点水。哦哟，它吸收了水呀、啊。哦，好。那么，朋友们，我们把兔子要涂什么颜色好呢？朋友们，我去拿，稍等一下。太好了，艾莉救了小兔子。OK， 艾莉救回来了。怎么涂颜色这么为难呢？没关系了，这次呢一定要涂好。艾莉当然呢要选黄色，黄色，黄色兔子。OK， 好嘞好嘞，艾莉涂颜色还不错的，对吧？那现在呢要用这个荧光笔，荧光笔哦，荧光笔哦，小心吓坏我了。OK， 这个是差不多了，不过朋友们，现在艾莉要拿了棒枪，这个很危险的。一点也不危险，看一下啦，放进去，嘣，哦，然后艾莉带来了这个，这里有蝴蝶、音表、星星，艾莉在这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爸爸！不行不行，朋友们看一下，没关系了，这个也要整理一下就好吗？还算好吗？还算好。那艾莉现在不要用这个了，不要抢了。艾莉继续要用这个来拍一下喽。现在艾莉呢已经都涂颜色好了哦，不过还有这个呢。你们看一下这个花花的哦，好可爱吧。那现在要再贴一下这个贴纸咯。蹦蹦，哦哦，好好期待呢，好期待呢。OK， 要进去了，要进去了，进去了！当当，朋友们，艾莉终于完成了，怎么样？好漂亮吧？不过呢，现在艾莉还有那个小公主嘛，小公主，哦，怎么办？朋友们，她去哪里了？可能油封拿走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就现在呢，艾莉只画这一个就 OK 了。嘟嘟嘟嘟，宝宝，要看一下，怎么样，朋友们看一下，刚才艾莉拿的这个包包变成艾莉画画的小兔子的包包了，噔噔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，艾莉画的实力。还 OK 吧？好了，那么艾莉要走了，拜拜，走吧走吧，哦，拜。